牵扯得住吗？没事儿，你看你的。护士。 陈执着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看一看这是几，能看清吗？ 一会儿给他拍个片儿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报告。 快点！快！你赶紧走，我不需要你看，我丢不起这人。这……过两天消肿就好了。那你过两天再来。 袁总，我想暂时先不把这事儿告诉我妈。这么大的事儿瞒得住吗？瞒一两天应该没啥问题。我就说单位临时加班，然后再叫我同事帮忙圆个谎。我想等我的伤好一点再告诉他，不然我怕他承受不了。你怕他受不了，就别惹事儿。 啥叫我惹事儿？是他偷袭我的。那你非得跟他动手吗？如果当时你跑了，至于落得这个下场吗？他本来打不过我，我已经快要把他拿下了。谁知道那小子耍阴招，他俩往我脸上甩粉儿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生活和比赛要分开，你不要总拿格斗场那些礼数拿到生活当中去套用。在自保的前提下。 你用多阴多险的招数都不过分。偷袭本身就是件缺德事儿，你跟他讲什么道义？
知道了。他是因为我受伤了，如果不是一心想帮着我，根本不会把自个儿搭进去。我困了，睡吧。派辆车来清理现场。